我们接下来讲九之二，影响溶解的平衡。Okay. 溶解平衡基本上呢，是从原来有可能是固体变到溶在液体里面，所以呢，基本上一开始课本就开始告诉你说，溶液有哪几种形态。有第一个就是固体溶在液体里面，就像 NaCl 溶在水里面，或者是液体溶在液体里面，像乙醇溶在水里面，气体溶在液体里面。OK， 像 CO2 溶在水里面变气水，当然下面还有很多，像气体和气体之间的溶液 ，OK， 这是像 air， 就是指的大气 ，gas 溶在 solid， 这是在前几年最热门的，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汽车引擎改成是用氢气燃烧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储存氢气的地方。那通常是用触媒或其他一些特殊金属，对于吸附氢气很强的金属把它放进来，所以这个是 gas， 那 dissolve in the solid。 那下面呢，这个地方还有 liquid 和 solid， 还有 solid 和 solid， solid 和 solid 就基本上就是合金了。那我们这一章第九章呢，基本上谈的所有的溶液系统都是指的是 solvent， 指的是 liquid，然后呢 solute 就是指溶质，是指的是固体、液体和气体，分别一个一个讨论。那其他的现象我们就不再讨论了。OK，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记住几个单字，一个就是 solute 是指的是溶质 ，solvent 是指的是溶剂。OK， 那 solution 就是溶液，这三个字你要记一下，不要弄错。一个是溶质、溶剂和溶液。好，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先，因为我们要讲述它的平衡状态，所以你要把它的方程式把它写出来。那在以往我们写出来的方程式，大部分其实是像这样子。通常 NaCl 原来是固体，然后到了 NaCl 是液体，变成是 aqueous 溶液。Okay. 好，所以呢写成是这样，所以呢这是 solute。啊，这是 solution。一旦这方程式写出来以后，啊 ，delta G solution， 课本的 solution 呢，通常是写 solon， OK。但是呢，大部分的热力学这种溶解溶液呢，通常直接写 sol， 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旧的课本是用 SOL， 那你去 Wiki 找也是 SOL，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说，它事实上呢是 G， 好像是 solution 减掉它的起始状态 solution solid。 OK， 这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写法，在溶解状态。举个例子，到底这个是指的是，如果是一个 NaCl 一摩的 NaCl 固体溶在水里面，和两摩的 NaCl 溶在水里面。假设这两个都可以完全融化掉，请问它们 delta G 会不会一样 ？delta H 会不会一样？到底这个式子写的是什么？当平衡的时候，溶质指的就是这个固体这部分。溶液指的是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平常都会写成像这样的情形，就是 solution 扣掉 solid， OK。但是完整的式子，你要确定说到底是多少 NaCl 加在水里面。所以事实上，完整式子应该是 NaCl 到底有多少个加，这边本来是 solid。加上 H2O 也是多少 aqueous 啊，这边就是纯液体了，然后变成是 NaCl 点上 H2O。 假设这边是 X， 这边是 Y， 这边就会有 XY 放在这整个溶液系统里面。我们在讲平衡的时候，一定要确定是这整个 delta G 等于零。你有可能是
一开始加进去，一开始我加一个 NaCl， 这假设都是水，我加一个 NaCl 加进去，好，再加两个，加三个，加四个，加到最后呢，它已经不再，再加上去它就会沉淀掉，所以你一定要确定说这个溶液到底它是饱和还是不饱和溶液。那随着 NaCl 加进去，每加一个 NaCl 进去，它的 delta H 就会不一样。在实际状态 ，delta H 呢会随着浓度会慢慢的变化。待会我们会画一些简单图形来解释。所以完整的溶液系统应该显示是这样子：溶质加溶剂产生出溶液。OK，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是 solution 真正的自溶能变化是 solution 最后终了的这个 solution 自溶能减掉 solute 的自溶能，再减掉 solvent 的自溶能。所以完整的溶解的方式事实上应该是溶剂加溶质产生出溶液。OK， 所以它的 delta G 本身 solution 就等于是 G solution 减掉 G solute 再减掉 G solvent。OK， 好，如果它是小于零，一旦是小于零的话，也就是说这个 delta G 如果是小于零的话，代表说这个化学反应会继续往前走 forward。所以它会继续在溶解，溶解的更多 ，OK， 它不会平衡，它需要更多 X 再加一，再加二，再加三，一直加进去，然后一直溶解 ，OK， 直到 delta G 等于零。当它 delta G solution 等于零的时候，这时候就达到平衡 ，OK， 这就 equilibrium。Forward 代表说它还没有饱和，所以在英文里面就是 unsaturated solution， 未饱和的溶液，所以它 还可以再继续加上去。等到 delta G 等于零的时候呢，它就变成饱和的溶液。一旦是饱和溶液，就 saturated solution。那大部分我们在讲溶解度的时候，都是在饱和时候它的摩尔溶剂摩尔体积是多少。OK， 那大部分在算。如果你去查表的话 ，delta H solution 也会随着不同的状况写出不同的 delta solution。在上学期我们学到的一个叫做 infinitive dilute，infinitive dilute enthalpy of solution。指的是无限稀释的当时候的溶液，它就所产生出来的溶解还是多少。待会我们把这图形画出来。那所以去查热力学表的时候，你要确定说你查出来的 delta H solution 到底是指什么时候的状况，是指是无限稀释的当时候的溶液，还是说它在饱和时候溶液的它的溶解还是多少。 OK， 它们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情形。好，当 delta H solution 大于零的时候，delta G solution 大于零的时候，大于零代表说它开始要往回走了，基本上它等于是往这个地方走。OK， 溶液里面太多的溶质了，所以它必须要稀释掉，所以它叫做 super saturated solution， 就是过饱和的溶液。过饱和溶液呢，通常最常用的地方就是在做结晶。OK， 所以当你是过饱和溶液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左边这个溶液事实上是一个过饱和溶液，你慢慢加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忽然呢超越的自由能太大，它整个退回去，那就产生出很多的结晶结构出来。所以 delta G solution 要做 crystal 在做结晶的时候，通常是在这个状况底下写出来的。OK， 好，那整个方程式就是 delta G solution 等于 delta H solution 减掉 T delta S solution。所以在我们饱和的我们要这一节所学的呢，基本上都是在讲饱和溶液，所谓的 solubility。 指的就是指 saturation。
solution 的浓度的 C， 它的浓度是多少 ？OK， solubility。所以这个状况通常是指 delta G solution 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套入自由能公式的话，它本来就是等于 delta H solution 减掉当时候的温度 delta S solution。所以你可以推到一个式子，就是它的 delta H 溶解函在饱和的时候，在平衡状态的时候呢，它的溶解函会等于它的当时候的温度乘以它的 delta S solution。OK， 这式子待会我们会用应用在固体溶解和气体溶解。那基本上 delta H， 如果我们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完整式子，所以呢，我们先讨论 delta H 这个部分它的变化。OK， 怎么算出来？那算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基本上在计算的时候呢，它就会分为三个部分。那在课本里面 delta solution 呢分为三个部分，是 delta H1 加上 delta H2 加上 delta H3， 分别指向的是这个，一个是一、二、三 ，OK， 并不是指它的生成热，而是说它一个一个像是它的能量的贡献。OK， delta H1 呢，基本上指的是把哦 solvent， 如果是 H2O 是 solvent， 我们就把它指向另外一个。对不起，我把一个是指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指的是这个方向。好 ，delta H1 就是要把当你要溶解的时候，要把所有的水呢都分开，所以是 solvent 和 solvent 的 interaction 要把它拆开。就像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式子 delta H， 原来是水聚在一起，你要把它分开，拆开有一个空间以后呢，你的溶质才可以插进去跟它混合。所以呢，基本上这是一个需要吸热的，因为你要把它拆开来 delta H1。指的是 solvent-solvent interaction。 是要 separate solvent-solvent molecule， 所以呢，这个值 delta H1 一定是大于零，这个值是正值。你要把 solvent-solvent 把它拆开，水和水之间的距离把它拉开，才能容纳溶质。那溶质的部分 delta H2 就是 solid， 对不起，应该是 solvent， 应该讲的是溶剂、OK， 那这边是 solid， solid 是指溶质 interaction。 所以一个是 solid interaction， 要把 solid 把它拆开来，一个是要把溶剂拆开来，一个是要把溶质拆开来，那最后呢把它混在一起。所以第二个步骤 delta H2 呢也是要把 separate solid， 所以它的值一定也是吸热，你要把它拆开来。 OK， 那最后呢你要把它混在一起，所以 delta H3 事实上是一个 mixing。通常这个值呢一旦混在一起，两个靠在一起，它们的能量就变成到能量谷底，那这时候它就会放热，所以呢这个值呢通常是负值。一个是吸热 delta H1 是吸热，因为你是要把溶剂的分子拆开来。 delta H2 呢也是吸热，你要把溶质的分子拆开来。那 delta H3 呢你是要把合在一起，整个把溶剂溶质的分子呢重新混在一起。一旦混在一起呢，它们两个之间分子靠在一起，它们就会吸从高的能量地区呢进入到低的能量地区，所以它通常是一个放热反应。所以一个是大于零，大于零，然后这边是小于零。 OK， 好，整个 solution 是这样做的。那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用来解释下面在高中所学到的最常看到就是 like
dissolve like rule， 就是说基本上同样的性质的分子会溶在同样性质的分子，就像非极性的溶在非极性，极性的分子溶在极性，然后呢非极性的不会溶在极性。 OK， 这是右边这个图呢，是常看到的，就是在旧课本看到的图形，就是一开始是硫， OK， 这边是硫 S8， 那上面呢 S8 本身是一个非极性的分子，上面呢它是直接放在水里面，下面是放在 CS2 里面，那水本身是一个极性分子，所以 S8 呢是没办法溶在水里面，虽然它是一个环冠的形状，但是它基本上所有的分子的电负度呢都会互相抵消掉。下面呢这个呢基本上 CS2 呢它的分子结构呢跟 CO2 很像， CS2 跟 CO2 是一样，它是一个直线方程式，直线的分子，所以呢它们之间的虽然化学键是有一个极性化学键，但是极性化学键呢互相会抵消掉，所以它是一个非极性的化合物。那既然它是非极性呢，基本上它就可以溶在 S8 就可以溶在它里面。那在上一期我们曾经解释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重新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是极性和极性作用力，或非极性和非极性，它们会溶在一起，那为什么非极性不会溶在极性里面。 OK， 我把这个几个式子呢把它列出来。好，假设呢这一个是溶剂，OK， 烧了，我们把它简化成三个，一个是非极性和非极性，这边是极性，这边是极性，然后如果它原来是 solvent 是 H2O， 它极性非极性，这个表格是要解释为什么非极性不会溶在极性。其实它们两个之间作用力呢，这两个作用力，分子和分子之间作用力呢，还是范德瓦或是 random force， 这两个之间也是作用力是 random force。虽然极性分子它还包括 dipole moment 还有 H 氢键，但是呢溶剂和溶质之间它永远都 random force， 对于非极性它们就会溶解，对于极性溶在非极性它就不会溶解。 OK， 好，我们把这个呢理论上来讲的话，非极性都会溶在非极性，那照理说非极性也应该会溶在极性，问题就出在 delta H1 它所需要的能量消耗太多。好，我们先来看 delta H1 delta H2 delta H3 delta H1 指的是 solvent interaction。 好，对非极性呢它们之间只有 random force， 我直接讲 random force，那它所需要的能量呢 delta H1 是正值，这值当然就比较小。对 delta H2， delta H2 呢指的就是 solute， 好，既然是 solute 它本身也是 random force， 它的值也是正值，因为要把它拆开来所以比较小，当你要把 mix 在一起的时候呢它也是只有 random force， 所以当你把合在一起 mixing 的时候它也只有 random force。 这是正值，所以呢这基本上是小， OK， 所以大致来讲它们的之间的比例大小大概没差太多，都是 random force， 所以 delta H 产生出来呢不会变成正值，正的很大。当我们全部把它比较出来的时候，我们再一个看。好，下一个
极性和极性之间作用力，它包括 random force， 我就用 L 代表，再包括 dipole moment， 因为它是水，我假设它是水。好，又包括呢，它有 H 键，所以这个值呢是正的，而且非常的大。好，对于溶质，一个是溶剂，一个是溶质。溶质它也是，如果有氢键，有 dipole moment， 也有 random force， 所以这个也是正值，也非常大。它们之间的作用力一样，也是有 random force d h， 所以这是负的。对不起，我这边写错了。这个 mixing 在一起的时候，这边应该写负的。好，这边是大。所以大部分情形，它的 delta H 呢，可以都互相的克服掉，接近于零。OK， 但是极性就和极性啊、就非极性溶在极性里面就会非常不一样。首先，我们讲的是 delta H 1，它是极性的溶剂，像 H2O， 所以它有 LDH， 所以这个 H 正呢是非常大。但是呢，它的溶质呢只有 random force， 所以这个是正的，然后非常小。当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 ，mixing 在一起的时候呢，它也只有 random force， 因为非极性的跟极性两个之间作用力顶多只有 random force， 那没有办法有 dipole moment interaction， 也没有办法有 hydrogen bonding， 所以呢，它是负的，非常小。如果你把这三个集合在一起，这边所产生出来的 delta H solution 一定是大于远大于零。这个是一个重点，极性和非极性在一起的时候，它的 delta H solution 永远远大于零，不像前面的基本上它的 scale， 它的数值的范围大概就差不多，所以呢，它们加在一起呢，值比较靠近零，或者是大于零，大不多，小于零也小不多。但是极性溶在非极性，或者非极性溶在极性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你要拆掉极性的溶质，或拆掉极性的溶剂，它所需要的能量障碍非常的大。但是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能量障碍没有办法去补足它，所以到最后它的溶解函就远大于零，代表说当我们在看它的溶解自由能的时候 ，delta G S O L N 等于 delta H S O L N 减掉 T， 那再乘以 delta S 啊 delta S。OLN， 那这个 case 造成这个值非常的大，它是正值远大于零。一旦它值很大的话，你的 delta S 不够大的话，基本上整个加起来它就是大于零。除非你把温度一直上升，上升到很高的温度，它才可能让它 delta G 小于零。虽然大部分的 mixing 它的 delta S 都是大于零，尤其在固体里面，但是呢，它的大小变化其实不会差太多。每一个不管固体溶在水里面，它的 delta S 呢，不管是 NaCl 或是KCl， 它的其实值都差不多，或是 AgCl 都是两个离子把它拆开。但是呢，如果它吸的热太大的话，温度不够高，它就不会溶解掉。所以问题就出在于它的 delta H 实在是太高了。那就是因为它的极性分子要拆开的时候呢，能量障碍太高，没有办法在 mixing 的时候呢，那满足它能量降低。OK， 好，所以呢，简单的解释为什么极性分子没办法溶在非极性分子里面。重点就出在于这边要拆掉的能量太高了 ，delta H1 或 delta H2。Okay. 好。
好，基本上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下课本的范例。好，请你预测一下，这其实就跟高中所学的类似，请你预测下面的溶解度谁会比较高。 OK， 第一个 BR2 溶在苯里面和 BR2 溶在水里面，请问谁哪一个比较高？是没错， BR2 是非极性，然后苯也是非极性，那 H2O 它是极性，然后又有氢键，所以 BR2 本身是非极性，那 C6H6 也是非极性，所以非极性溶在非极性。好，下一个 KCl 和溶在 CCl4 比较高呢，还是 KCl 溶在 NH3 比较高？ OK， 还有氢键。好，下一个 Formaldehyde 是指的甲醛。 OK， 那 CH2O 溶在 CS2 比较高呢，还是 CH2O 溶在 H2O 比较高？好，请问 CH2O 它是极性分子还是非极性分子？好，我们先看溶剂好了。CS2 是非极性还是极性？非极性，我们刚才讲过了嘛，对，它是就像 CO2 的结构，它是非极性。所以你要解释 CS2 非极性，如果请你解释的时候，你要先把 CS2 的分子结构画出来，所以它是一个直线的。H2O 呢是一个角形的，对不对？它是极性，再加上氢键。请问 CH2O 它的分子形状是什么 ？Y。啊，我把它，对，它是像 Y 型 ，C 在中间，对不对？好吧 ，Y 那就 O 要在下面，然后 H 要在上面。请问这个是极性还是非极性？好，你告诉我它是 Y， 那它是极性还是非极性？极性。极性，认为是极性，请举手。好，认为非极性的。图画出来就知道。好，所以你们 解这种题目一定要画图。好，所以它溶在哪里？没错，溶在水 H2O， 这样可以吗？这是一个极性分子，甲醛是极性分子。有没有问题？好，下一个。好，我们刚才几个单字 solid, solvent, solution 要记起来，下一个就是这两个单字，这是常常看到，一个叫 hydrophilic， 一个叫 hydrophobic。 hydrophobic 其实跟狂犬病有点类似，有一个字。 OK， 好，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hydrophilic， 一个叫 hydrophobic？ 诶，你们都知道。好， hydrophilic 是什么？清水。 hydrophobic 疏水。 OK，Hydro 基本上就是水，所以呢，一个是字首，一个字尾，所以你只要记起来 ，Hydro 是水，这个是水，字首 ，Philic 这是喜欢，然后 Phobic 是讨厌。好，所以一个疏水性，一个亲水性。这个题目是在问说，当有机化合物它旁边官能基呢接了这些东西以后，请问它是疏水性还是亲水性？ OK， 好，假设一个分子已经是 CHH 这边是 H， OK， 好 H。好，第一个我加 NH2， 它变亲水，这个官能基是亲水性还是疏水性？亲水。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有氢键，它本身极性很大。 OK， 所以这是亲水，所以它这个字要用 hydrophilic 加进来。好，第二个，如果我把 NH2 呢改成 CH3，这个呢，清水还是疏水？疏水，因为它就跟平常一样，所以它就是 hydrophobic， 前面要写 hydrophobic， 这都不会太难。
请问如果加 BR 呢？有没有知道加 BR 变输液的清水怎么样会解离？就当这个键是一个很极性的，像离子键，所以至少它的电负度要差到 2.0 以上，所以接下来你要看它们两个之间电负度差多少。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电负度差多少。 C 电负度 2.5， BR 电负度多少？ 2.8。 这两个几乎变成是共价键，不会解离，也没有极性，它 dipole moment 也很小，所以这个是什么？疏水性，好吗？这个是疏水性。这两个几乎，我画太快了。OK， 这些东西，甚至 CL， 这加 CL 好了。我们看一下 CL 值 3.0， OK， 极性大一点。3.0 跟 2.5 两个之间也是差 0.5， 它也是一个共价键，它也不会解离掉。很多的杀虫剂都是加溴加氯 ，OK， 所以这些有毒的东西呢，其实基本上都是脂溶性的物质。你一旦被吸收掉，它就藏在你的脂肪，它没有办法新陈代谢把它排泄掉。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疏水性的物质。为什么会说 DET 会那么危险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都是有机化合物加上氯或加上溴，它。当你被吸收掉以后，它就直接存在脂肪里面，没办法随着你的某液体然后排泄掉。下一个 COH， 这不用讲了，一定是极性，然后它是清水性。然后 CONH2 清水，这个它都太明显了，都是。但是我现在要加高，接下来我要后面有几个范例。告诉你说 COH 接了 COH 它还是疏水，为什么？第一个，这是 COH， 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甲酸还是乙酸？乙酸，没错，它有两个碳，乙酸。这个到水里面以后呢， OH 会解离掉，然后它就溶在水里面，所以醋酸本身就溶在水里面。下面以前你们在高中有没有学过这是什么东西啊？肥皂是下面。什么？对，是一种脂肪酸，硬脂酸。OK， 这个是18个碳，这个是清水还是疏水？上面是清水，这个肯定是。下面呢？为什么？所以有 COH， 它还是疏水。最重要的是，这边后面的长链的脂肪的地方。它的反转重力太强了，连在一起，即使前面有一点点这个东西都没有用，甚至它还会把它包过来，把它包整个环绕在旁边，所以它没有办法溶在水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脂肪酸。当酸类它碳原子超过9个碳以上，它就不溶在水里面了。OK， 但是你把 COH 呢做一些简单的处理，把它放在 NaOH 里面。把它的 H 呢取代成 Na 正的时候，这个基就变成是清水基了。所以呢，清水性的物质有两个，一个是这个，这个呢就变成是类似于清水基，就变成肥皂。那肥皂呢，就是如果在水里面呢，那个团就会朝像这样子情形，变一个。球状分子，那这个值呢？这个就是 CONA 正。那 Na 正的这个地方，对不起，这个是 O 加 Na 正，这边是负的，到水里面这边就解离掉。一旦解离掉，这个地方就是前面都是清水基，然后把它环绕在里面。OK， 所以这基本上上。这两个之间最大差别就是一个是 COH， 那下面是 COONA， 那一旦变 COONA 呢，它原来是极性的共价键变成是离子键，一旦变离子键呢，它到水里面 NA 自动就解离掉，这个地方就变很强的
静电作用力，所以它就变亲水性了。OK， 好，那这也是一个简单的题目。下面两个是维他命，一个是维他命 C， 这是维他命 K。OK， 请问谁是脂溶性？没错，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很长链的 CH 这个基团，它反的话作用力太强了，即使下面有一大堆 OH 那极性的分子，那远比不上上面的这个长链分子，这长链分子甚至会环绕着它，让它变成是非极性，那所以呢基本上它是脂溶性的维他命。好，接下来我们刚才讲的是 delta H 的影响。好，温度如何影响固体的溶解度和温度如何影响气体的溶解度，这地方呢我们要谈到的是，如果我们把化学式就溶解化学式写在这边，这是 KNO3 加 H2O 产生出 KNO3， 请问它 delta H 呢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你可以直接从这图形，我们看 KNO3 哦，它这是这条黑线。 OK， 这个图形呢基本上呢 X 轴是指温度度 C，然后 Y 轴是指的是溶解度，那我刚才讲说溶解度指的就是在平衡那一点，溶解平衡的那一点它的 浓度是多少，所以呢这每一点指的都是它的 delta G 等于0，只是在不同温度底下它的 delta G 而已。 OK， 好，那从这个图形来看的话，你看这条黑色线 KNO3 随着温度上升它的溶解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请问它的 delta H 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为什么？热沙特列原理。好，这待会我们再解释这个。这个热沙特列原理是一个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气体，气体刚好相反，随着温度上升，慢慢的溶解度就越来越小 ，OK， 往下降。那所以呢，基本上如果照你那样解释的话，随着温度上升，溶解度下降，它的 delta H 应该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它是小于零。OK， 从热萨特列原理，那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角度，用 delta S 来解释。OK， 热萨特列原理是下一堂就是等于是在第十章所提到的。那因为课本要把这个地方呢把 delta H 带进来，那我用另外一个导法。 OK， 固体溶在水里面呢通常是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看图形的话，固体呢放到水里面，它原来是一个晶体的结构。 OK， 它溶了以后呢变成这样的情形。这整个过程从固体进入到液体，这个 delta S SOLN， 请问它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对固体来讲，为什么？没错，它大于零，因为它可以排列组合变多，这些所有的分子原来卡在这个晶体里面，它只有固定的一种排列方式，当它变成液体的时候呢，它可以活动的空间变大，然后它可以排列组合就变多，所以 delta S 对固体来讲它一定是大于零。所以呢当我们说每一点这个地方每一点都是指的不同温度时候呢，它的溶解平衡，所以每一个溶解平衡呢基本上代表是 delta G SOLN等于零。如果你对照原来的公式的话 ，delta G S O L N 等于 delta H solution 减掉 T delta S O L N， 所以你可以导出来 ，delta H S O L N 等于 T delta S O L N。所以对于固体来讲的话，一旦这个值大于零，在平衡的时候，溶解平衡的时候，它溶解函也是大于零。固
固体的溶解大部分情形是这样子，当然有例外，你可以看到这些图形有一些这个 Na2SO4、okay, 这个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Na2SO4 呢基本上呢在前面零度 C 到32度 C 呢它是一个结晶水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原来呢是 后面讲的特殊例子只举个例子而已，重点是告诉你说整个固体溶解 delta S 要大于零，然后呢推出来最后呢它的 delta H 也是大于零，所以这个一定是大部分其实都大于零。那这个可以从图形来证明，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固体的溶解的时候随着温度上升它的溶解度变大。那刚才那位同学讲说下一章我们会提到热萨特液原理，如果温度上升然后平衡常数变大，代表说这个整个化学反应是吸热反应，所以这个溶解固体溶解在水里面只要它的水的温度上升它的 delta H 是大于零，那通常它所伴随的 delta S 也是大于零。那我接下来要谈的是课本上面讲的一个特殊例子，这特殊例子呢就是发生在 Na2SO4，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在 Na2SO4 它在零度 C 到32度 C 的时候呢它有10个结晶水，这是发生在零度 C 大概到32度 C 的时候，然后这叫做十个结晶水的结构。那32度 C 以后呢它溶在水里面它就纯的，它就没有结晶水了，结晶水全部跑掉了、okay、也就是说它有结晶水的时候呢因为结晶水的无论是说它的排挤效应你要把它挤在一起，所以你需要吸热，那或是怎么样行，也就是前面这个部分它是吸热反应，因为它有十个结晶水，后面这个地方呢它是整个放掉，一旦放掉以后呢它就变开始是放热反应、okay、也就是这些水呢本来拉得很近可能有排斥力，所以呢它基本上是跑到比较高的能量地区，那等到它放开以后呢它能量下降那就变成是放热反应、okay、好，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现象，那是代表说只有这个 Na2SO4大部分情形大部分固体溶解的时候呢都是随着温度、上升溶解度变高、okay、好，那这些其他的特例呢就要从实验上面得到比较精准的数字、okay、因为固体溶解事实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可以完全解释，我们今天在普化只是告诉你一个通则而已。好，那课本上面说利用溶解度的变化不一样，其实就是它的吸热反应的 delta H 不一样，它们溶解的变化也不一样、okay、像 NaCl 你可以发现它随着温度上升呢它的溶解度呢其实呢变化很少，代表它的那个 delta H 我们刚才讲说那个 delta 溶解函呢其实它值很小，就是绝对值很小，所以随着温度上升它变化不多，但是 KNO3 呢它的吸热反应会非常大，所以呢基本上它随着温度上升它变化非常的陡峭。这样溶解度不一样呢就可以开始利用温度的效应类似分六法你可以把它分离开，那这个地方是告诉你说一开始这种叫做部分的结晶法，那我把100克的 KNO3 和 20克的 NaCl 在60度 C 的时候呢把它溶在水里面，在60度 C 你如果看它的平衡线，那100克的水呢可以融入112克的KNO3， 那这边呢100克的水呢可以溶入38克的 NaCl， 所以呢在60度 C 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你可以把两个全部都溶掉，全溶不会有任何的固体、沉淀掉，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溶在60度 C， 100克的 KNO3 和20克的 NaCl 都全部溶掉，接下来你把它降温降到0度 C 的时候，降到零度 C 的时候呢，这时候呢，这个 NaCl 是绿色这条线，它的溶解度呢是 34.2 克，所以原来20克的 NaCl 到了零度 C， 它还是完全溶在水里面，因为它的溶解度是 34.2 克，它可以溶 34.2 克，所以20克好好的 NaCl 食盐还在水里面。但是呢，
对于 KNO3 原来可以容112克直接下降到 12.1 克，所以本来100克的 KNO3 整个呢只能 留住12.1 克，剩下 87.9 克全部都变成结晶结构。所以你下降的时候慢慢下降，它结晶结构就很漂亮，如果你骤然下降，它就结晶的很难看，它就直接 结出来、okay？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把所有的KNO3 就慢慢的把它整个凝结起来， okay？ 分离，把 NaCl 跟 KNO3 把它分离掉， okay？ 这叫 fractional crystallization， 利用温度就其实是溶解含的差别，最大的是溶解含的差别很大，使它在高温和低温的时候溶解度差很多，然后就把它整个结晶结构把它 结出来，然后分离掉， okay？ 好，那同样的你可以用来解释气体。气体呢它的图形刚好跟这个相反，气体呢它原来是在空气中，所以气体呢原来这边是液体，在这个地方空气中呢它除了在这边活动以外，它外面也都可以活动，然后它会变成像这样子，把它束缚在这水里面，所以它的 delta solution 一定是小于零。气体溶在液体里面，它 delta S 几乎都小于零。因为它原来可以在活动空间非常的大，你先把它束缚到气体液体里面，所以呢基本上它 delta S 小于零，一旦小于零以后呢，这边的值这个地方就变成是小于零，这边也是小于零，所以气体溶在水里面大部分是放热反应， OK， 一样利用热萨特例原理，你也可以预测出来水的温度上升，你的溶解度慢慢下降，所以你的 delta S 一定是小于零，是放热反应， OK。 好，所以 OK， 好，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固体溶在水里面通常是吸热反应，当然有例外的，那气体呢溶在水里面通常是一个放热反应， OK。 好，那一旦谈到气体溶解，当然就要简单练习一下 Henry's Law。 我们把 Henry's Law 练习完了以后呢就可以下课了。好， Henry's Law 基本上呢就是指说气体溶在水里面跟它的分压成正比， OK， 那它分就是它液体上面有多少分压乘以它的 Henry Constant， Henry Constant 就是不同的气体有不同的 Henry Constant， 然后这不同气体在不同的溶液里面它 Henry Constant 也不一样， OK， 所以你要去查表。那这个刚好是一个直线的方程式，那 X 轴是指它的分压，那 Y 轴是指它的浓度，体积摩尔浓度， OK。 好，那我们就练习一下，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好，第一题就是在湖水里面适合生存生物的氧气浓度至少要 1.3 乘以10的负4次方 M， 这边的 L 分之摩尔就是指大 M， OK。等到我们在谈第四节的时候呢，依素性质的时候呢，它会教一个重量摩尔浓度，那个是小 m。这大 m 呢，基本上平常的分压在氧气里面在大气里面氧气的分压是 0.21 atm。请问这样子在水里面，一般湖水里面是否适合生物生长？应该是适合的，要不然现在不会有生物。那我们只是用来算一下而已 ，OK。所以呢，根据 0.21 atm， 然后你再查氧气的 Henry Constant， 氧气的 Henry Constant 呢，如果你去查课本的表的话，它大概是 1.3 乘以10的负3次方， OK。 所以呢 C 它的单位是大 M， 就是升分之摩，就等于是KH 乘以分压， KH 是 1.3 乘以10的负3次方乘以 0.21 atm， OK。 好，那把它算出来以后呢，它结果应该是等于 2.73 乘以10的负4次方。
所以大于 1.3 乘以10的负40方，所以它的氧的浓度足够让所有的生物活得好好的。好，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课本的题目，我觉得还不错，那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The volume of the blood in the body of a certain deep sea diver， OK， 这个是在深海里面的潜水员，那它里面的大部分的一个身体呢，里面所有的血液的体积大概是六升， OK， 六升里面呢有55%是血就是血的细胞，包括红血球、白血球还有其他的东西，只剩下45%是血浆，血浆叫做 plasma， OK， 所以真正液体是只有45%。好，那现在要问你说，如果呢，你今天是直接在深海里面潜水，直接呼吸 ，OK， 那里面的桶子里面呢是大概是10 ATM， 因为它是深海10 ATM， 那在93公尺的时候，如果骤然上升到海平面的时候呢，里面血液里面的 NO2 氮气呢会变多少体积？如果你骤然上升，这就是是渔夫症，就是你如果骤然上升以后呢，这些 N2 体积无法从鼻子排泄出来，直接在血管里面，它占体积有多少？这个题目是这样子。假设整个身体里面的血液是6公升，所以题目一开始这整个把它放在血液里面，放在这里面呢，这边有6公升，6公升里面呢，它有55%是是细胞，就是血球 ，OK， 所以这细胞呢，大概占55%，55%里面都是红血球，所以呢，这基本上呢不是液体，那所以呢，氮气不会溶在这里面来，啊，所有的液体呢都在45%这个位置所上，所以这个地方是它的液体 ，OK， 所以呢，6公升。那乘以45%，或是所谓6公升呢，是600 cm 三次方乘以45%，那这等于是血浆，就纯液体的。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它在十大气压里面呢，它的溶解度是多少 ？OK， 那氮气呢，已经告诉你说它的 Henry constant 是5.8乘以10的负四次方，所以在十大气压底下，它的溶解度 C 就等于是分压乘以它的 kH。OK， 好，那。平常其实在潜水员里面的他背的气筒里面是其实就是空气，它不是纯的氧气，也不是，它就80%是属于氮气，所以它是分压呢是五分之四乘以十大气压力，再乘以它的平常数5.8乘以10的负四次方 ，OK， 好。这样算下来呢，基本上应该大概是等于，我这边算的有点错，因为我忘记乘以五分之四，我把式子写出来就好。OK， 好，所以呢，你得到的浓度是这个地方。好，在十大气压里面，它的饱和浓度是这样子，所以你把这个浓度呢乘它的体积 ，OK， 这体积呢基本上应该是得到的应该是升分之末。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原来的6公升就可以了，6公升。好，那所以呢，你的摩尔数基本上这个 moles of nitrogen 就等于是4/5乘以十大气压力，再乘以5.8乘以10的负四次方，再乘以6。再乘以45%，0.45，这就是它的摩尔数。OK， 好，那
如果直接上升到水平面变一大气压的时候，这时候呢血液里面的氮气它体积大概是多少，所以呢如果直接算它的话，它的体积就等于是 NRT 除以它的压力，那这时候压力呢基本上就等于是一大气压力。假设这个墨数呢我们把它假设为是 X 好了，所以这边是 就变成是 X。 好，这里的气常数必须要用到的是平常我们在高中所学的 0.082、OK, 因为它单位是用 ATM, 然后它体积是用升，所以这边是升数，那这边是 ATM, 所以呢你要用 0.082 再乘以它的温度，温度呢是37°C, 所以你要把它加上去，所以它是用310°C,所以算出来呢没有乘以五分之三呢，我算出来是没有乘以五分之四呢，算出来大概是 0.398, 就算 0.4 好了， 0.4 再乘以五分之四， OK, 大概是 0.32 升， OK, 0.32 升占这6升呢大概是 5%, 所以你的血液里面呢有 5% 一旦上升到水平面的时候，5%的血液体积里面呢，就全部变成气体了，本来是液体，然后它的气体呢，全部被融化掉，就被融出来变气体，所以原来全部都是液体的。OK，liquid 本来是全部是液体，然后呢，在十大气压的时候，那如果你这时候呢，忽然上升到水平面的时候，这部分里面有这么多5%，大概是0.32升是氮气。这边的所有体积呢，剩下的血液呢，基本上大概全部体积呢，大概不会差太多，大概还是6升。但所以呢，这时候呢，大概有5%的体积全部都是气体。你的身体呢，如果做完这样的话，会非常不舒服，尤其塞在微血管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体积有这么多的气体在你的血管里面。OK, 好，这个是简单的 Henry Constant 的计算，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一下课文上面讲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形，当你的 Henry Constant 是不正确的时候，而且它的误差值还蛮大的。问题就是说它有伴随其他的化学反应。 OK, 好，当你的 Ammonia NH3 气体溶在水里面的时候呢，直接你可以查出它的 Henry Constant, 同样 CO2 它也有 Henry Constant, O2 也有，但是呢在有些情况底下，像 NH3 呢它溶到水里面以后呢，就会产生出解离层 Ammonia 的就是氨离子和氢氧离子，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化学平衡反应不是只有单纯的就是只有 Henry Constant 的这个溶解气体溶解的平衡化学反应式子，它还要伴随着这个下面的一个解离的反应式子。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 ，Henry Constant 必须要配合的解离常数，才能算出精准的到底氨气多溶在水里面的整个平衡的系统它的浓度是多少。CO2 也是一样 ，CO2 呢会伴随着它变成是 H2CO3，H2CO3 它又会解离成一个单质子，它是双质子酸，那它会解离成只剩 HCO3 正，甚至 CO3 二负 ，OK, 所以呢这个系统就变更复杂了。那等到我们在第十章的时候谈到平衡常数的时候，有双反应的平衡常数的结合的时候，我们再去考虑这些计算。那现阶段在第九章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会有更复杂，而且 Henry Constant 呢事实上算出来是不太准，必须要呢再做其他的平衡常数的计算。那像下面这个 HB 通常指的是 hemoglobin, 可能是血红素，也有可能是肌红素。 OK, 那这个地方谈的是血红素，血红素一个分子它可以吸收四个氧分子，所以呢是 HB 加上四个 CO2, OK,所以呢它有四个分子团，那四个铁原子在里面，那它每一个铁原子会抓一个氧分子，那所以呢这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出来 HBO24,
那当然这个吸附力就变更大，所以氧原来溶在水里面它的溶解度很低，但是因为在血里面它有一些血红素，那它每一个血红素分子有四个铁原子，它可以带的四个氧原子氧分子，那这时候呢它整个溶解度就变更高了。 OK， 好，所以呢这些都是 Henry Constant 呢不正确的，就是它基本上会有误差，那所以你要先把其他的伴随的不同的反应呢把它考虑它的平衡常数，那在这时候才算出来才是精准的整个溶解度。好，那这个九之二的复习呢就是简单的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曾经谈到这么多的，一个是 delta enthalpy of solution， 那它的建立的模式呢就是有 delta H1 delta H2 delta H3， 分别谈的就是solute-solute interaction 或是 solvent-solvent interaction 和 solute 加 solvent interaction。 OK， 那再来接下来呢 这些我们都提到，所以请大家回去再复习一下。